半次都没学到啊！我们再一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。谢谢谢谢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各位尊敬的来宾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各位来到欢乐春节，2017年加拿大第二届中国新年戏曲晚会。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李继明，我是英语家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谢谢你的掌声。我想到了此时此刻，我们已经是在猴子的尾巴了，我们已经是在送猴迎鸡，所以呢，金猴赛山，游望花果山，金鸡报晓，高唱东方红。今天是农历12月18日。离我们的春节还有只有短短不到2周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想要给在座的各位拜一个早年，祝大家在新春里面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谢谢，我觉得刚刚。